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到嚟第二节，我哋就访问呢一位新尤利小姐。首先大家就问阿新小姐咧，哪里能够看到你啲作品啊？話啦，你們嗱，先生我問啦，就置頂啦。而家我哋置咗頂啦，個 OnlyFans 嗰度。咁其實咧，你喺網上面打新尤利影片咧，都會有啲短片嘅可能。OK， 都可能係即係佢我哋佢因為自己佢話佢自己出噶嘛，啲 promo 啊。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下先。咁我梗係建議大家咧去 OnlyFans 嗰度係付費嘅，打真尊嘅。咁啊，打真尊啦。OK， 咁啊啊，即係他不恥婚，你不恥婚用多偷的嘛？有。為什麼？你说套吗？啊，都套。不喜欢。你用女开始跟说一下，就是用套你安全一点嘛，又不有 BB。可是会有一种好像跟那个人隔着的，跟男朋友隔有一种隔着的感觉。嗯，干嘛？但是跟干嘛啊？跟我那啊，不是男朋友的男人啊，那个男友住呢，就有戴套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安全。安全一点。对。但是要是你知道那个男友没有问题了，你都有戴套啊。男友都应该都要戴套了嘛？如果男友要戴套哦，哎，这个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性没有病呢啊，可不可以不戴？男友还是要戴了，还是要戴，就只有自己男朋友才能够不戴哦，那也一定的啦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？嗱，我哋各位朋友，嗱，除咗我哋可以上嚟买呢一个写真支持啊，新牛。你啦之外咧，咁你可以即係去個 OnlyFans 嗰度咧，就訂閱啦，啊付費啦，咁就會有啲勁啲嘅作品嘅。喂，我諗下，我哋係咪都要搞啲咁嘅嘢？可能等我打飛機咧，係咪？我請我 OnlyFans 有依個網友啊，他叫 Tommy， 他問你啊，你跟那些男友，那男友啊，最長啦，拍都拍平啦。最长不一定男友的，就是男朋友。我有遇过男朋友鸡鸡很小的，遇过所有的男的，有很小的、啊，很小是多少？多短呢？这样吧。这样，那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对，差不多。这样子。差不多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。然后细细的，我你现在来了，我们谈了一个段落了，你很大胆的，所以我什么要问了。有些女开始常说，有些我看那个信箱啊、裤子的啊，常说男人的大小没关系啊，最重要就是要够硬，硬度啊，好硬，八分这样硬。一定要硬啊，软的怎么塞？对，你觉得是不是啊？最重要就是硬。我觉得技巧就是还有那个技巧调技巧调情的技巧，不是哪里？我不要说调情，调情不谈调情 ，OK？ 因为你的动作很大、很粗、很硬，吓，你不调情不行，也没有也不舒服的嘛，女孩子对不对？就是说你的动作很大啊。但是你不调情，你要什么也不说，不调情的，女孩子也不会舒服的，不舒服的。你说鸡鸡很大的吗？对啊，鸡鸡很大。太大很不舒服啊。不是很大，就是说哪个男人，你说调情是最重要的嘛？要是有个男人他从不调情的，就买这种奶就干了，那他的鸡鸡大小什么也没关系，都不会舒服咯，不会舒服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听不明白我的国语啦，讲得那么清楚。他是问，如果不做那些调情，自己来，会不舒服啊？你怎么都不舒服的吗？可是气氛对还是会有啦，就气氛也有情。但是我想问就是什么呢？有时那些书生常常说。那你要是你的鸡鸡很小没关系的，鸡鸡小小的也能稳住那个女人的，你要调情调得好，还有你硬度够就依然可以了，都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吗？我问你了，现在 OK， 都一定硬度都是一样的，你喜欢大的鸡鸡还是小的鸡鸡？可是我喜欢有点勾的，就是有点弯的，有点弯的哦，就已经有弯的。是啊，是怎样弯啊？
对，这样子呢，弯弯的，对，一点点弯，弯弯闪的，弯弯的月亮，我听过，弯弯的分钟是怎样的？这样子这样，我喜欢往上，我喜欢往上。这是说大小，可不可以？大小不最不是最重要，你喜欢弯弯的，弯的，弯弯的，对呀，有吗？真的真的，弯的是好一点，因为它顶到这边，对呀，很舒服。男人呢，有一些是有一点弯的，真的有吗？有啦，当然有啦。你们俩看到我干嘛？啊 ，OK， 好，嗱，我们现在啦，等住大家就 book only fans 啊，好啦，嗱，我哋而家睇下咧，我头先咧喺网上面就 download 咗，唔系 Instagram， 就 download 咗新牛你啲相嘅 ，OK， 我哋睇啲相先，我睇啲相先，嗱，咦，哇 ，OK， 呢个你即系就系。都是最近的了，对不对？嗯。OK， 再看。很自然啊。再看。这是什么时候拍？拍这个很久了吗？对啊。OK， 但是来了两次，跟上次差不多了。我再看。在吃东西哦。你眼睛还是很久的。嗯，也有段时间。怎么会？怎么那个眼睛那么大的那时候？眼睛张大一点啊。哦，哦，睁大一点了。没有啊。哦，再修图修图。哦，这超久哎。这个很久了，现在我刚出来，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对，嗯，短头发，嗯，啊，再 ，OK， 这也很久，跟嗯比刚才短头发的更久 ，OK， 嗯，短头发的时候更早，更久，更久，这个也是啊，那个是短头发了吗？这是在后，比中间中间了 ，OK， 怎么？这个呢？这个也是，就跟刚才那个。也是中间啦，中间的，对对对 OK， 好了，我要问你一下了。我看你的访问啊，你很坦白的说，你这个你这个隆过胸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为什么呀？你不你有原本你很小的嘛，你的咪咪？不会，大概有 CD 左右。我原本也 CD 了。原本哦，咁我为什么有隆胸？系咯。就喜欢自己胸部大看起来的感觉啦，就是。大一点看起来不觉得很舒服吗？自己看照镜子也很爽。穿穿穿衣服好看一点。那有胸大穿衣服好看吗？看穿什么衣服啦？像这种露胸的就会好看，或者是平口的。但是网版的那个 CD 都很大啦。对啊。网版的挺得起来的。好，就是其实有一任我男朋友喜欢看大胸部的，我很不爽，就跑去整。OK， 那这样子。但是啦，我告诉你啦，那么现在你。满不满意啊？现在我觉得现在女生都越做越大，对啊，我还想要有点再更大一点，再更大一点，不要啦，还要更大一点。但是我问一下，那隆胸哪个胸是硬硬的，不自然的啊？你男朋友没有说吗？我没有跟你说吗？不会耶，不会。对啊，可是叫他多按就软了，他自己要软，他自己多按，我就软了。就是胸部就会软，多啲按，多啲按就做软翻，就冇多啲揸翻。就是说隆胸的人也有很勤力的，勤力的，自己按啊，自己按，我按一下，被人家按。对，就是要怎么样按呢？就是上下都按，就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子 OK。要是你这就是要是你不按，他就不按多按一点，他就会很硬的，不自然的，不会。到硬，它会有点紧。哦，因为有那个夹膜。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！原来隆胸都要自己揸自己。可是现在新的可能不一定要按啊，因为他们都有新的那个材料。材料哦，这样子。好了，你现在呢？我有看你的访问啊，看你的访问，要是说应该是你所里的前男朋友了。嗯。啊，就是说你很大胆的，你看到喜欢的男孩子，你会自己追求他男孩子哦，还是跟男孩子追求你啊？你自己喜欢？喜欢的哦。对，你看到个男孩子了啊，这个男孩子主动还是可能你会主动还是怎样？我会主动哎，就是可能就吃个饭，然后喝个酒就打炮了，然后就变男朋友啊？先打炮再做男朋友，对。对。要是啊，你很喜欢这个男人啊。啊，跟他打炮了，啊，你发觉他打炮很不行啊，很杂的，他打炮，那怎么办啊？是有就有，但是他很喜欢他哦，很喜欢他啊，但是他打炮很杂的，叫他多看片子啊，多自己去看，多看片子能够，可以的吗？学得的吗？你是说他技巧，还是说他鸡鸡很小啊？
技巧，技也很少啊，技巧也不好，技也很少，拿不出钱、啊，也不懂得怎么做爱。那第一天就不会打炮了吧？他裤子脱下来就不想打啦。你不知道，你不跟他打炮，你怎么知道他这样子啊？有些男人真的是这样子的、啊。还有 Joseph，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Joseph 啊？在我这个星期叫 Joseph， 很早就早了，早对、啊、早是哈。还有 Joseph， 我是没遇过，没遇过、啊、但是有没有遇过哪种男人呢、啊？他呢做爱的时候呢很快啊，拿个奔走，拿个鸡鸡啊，玩啊软啊，很快软软啊、嗯，但是他不是做玩哦，他还在跟你住，但是就软啊，有没有？是也没有哎、欸。也没有，那好，我是没遇过，那么幸运，对，你遇过的男人都那么厉害了吗？嗯，可能看到我兴奋吧。哦，可以了，对，我相信是，对，就是说啊，你要是你看到你自己喜欢的男人，你也很主动的，嗯，但是你对你对男朋友，你对啊对象啊，有什么要求啊？没有要求啊，看感觉而已，看感觉，就刚好就可能就一起吃饭见到面，然后感觉对了就。感觉对了，先打炮，不是感觉对，就想打炮啦，就是好像可以继续这样子。嗯，对。好了，你感觉对了，跟他气话呢，就蛮喜欢哪个男人啦。但是你知道，男人有些男人也是很害羞的、嗯，他不懂的，那你怎么跟他说？喂，我们去打炮好不好？还是这样子啊？气话的时候还有。这里面有啊，不会啊，他有些男人他不明白的嘛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怎么样暗示？你可是我们怎么暗示呢？我是会喝点酒这样子，然后就两个人都比较 relax， 然后就可能就会就是偷偷亲他一下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啦，你现在跟他回去吃饭、啊、，OK？ 你很喜欢他，他懵懵的，他不懂，你会怎么暗示啊？跟他暗示哦。啊那要跟他去打炮啊，或者中很喜欢他，你会怎么说？可是通常就是我靠近，然后或者是手摸一下，然后亲一下，然后就会懂啦，然后就会、哦、就跑去。嗯，好的，这好，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子啦。嗯、啊，有些啊很累啊，要喝点酒，或者啊在这里的冷气很大呀、啊，就啊这样子啦，都是这样子啦。不会耶，都不会。我们还是会把饭吃完，啊、然后忍、啊，然后再去打炮。那还是要吃完啊！啊，但有些男人他真的很猛的、啊，没有怎么有男人那么蠢的不会？有的，有的很蠢的。超前不会啊！超前一点啊，就交给喝一杯酒了，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喝一颗酒，啊、所以谈一谈话就他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都还就是会碰手一下这样子，还是会。来碰我的手，为了什么？你的手那么冷，你为什么碰我的手啊？你不觉得很累吗？找个地方睡一下，那我送你回家啦。有些人真的有些这样子男人吗、啊？你说男生主动的、哦？不是说，我是说你很你应该来说，一般来说男生是比较主动的，主动的。对对对，但是有些男生他真的是懵懵的，你跟他。你已经给他啊，很累啊，又找我那种就不喜欢了。那你就不准发太重了。哎，就是你原本想喜欢他的，一看到在这里，你也不喜欢他了。嗯。哦，有了，有这种的男人的。好了，我要问你一下，那你现在来香港，你今天来香港是干什么的？这次来香港拍摄。都是拍摄。拍什么？我带一个女生一起来，就是。有女生吗？你带女生一起来吗？那个女生在哪里啊？回去了，对，就拍完一次。你不觉得那个女生跟你一样漂亮的吗？对，她是比较可爱型的。哎呦，真的吗？你应该带她上来，让我们评一下哪一个可爱嘛。我觉得你蛮很好可爱的。OK， 好啦，就是不是拍这个了，这个拍完啦。嗯。OK， 那等一下啦，你跟我。还要去学功夫。因为我好喜欢九龙城寨哦。OK， 对，你看完九龙城寨，你有学功夫？对，我就跑去他的那个教室学功夫了。好，报名，我该去打架。好，李小龙。我想说之后拍一部武打的爱情动作片。武打的爱情动作片，功夫和做爱。好，功夫做爱啊！武打的爱情动作片，我要看一下。OK， 好，一定有机会的。好了，拿过来开始回台湾。已经回台湾，礼拜六。哦，礼拜六。对对对，你这次拍是什么？来香港。
这次拍就是拍也是 OnlyFans 的东西。OnlyFans 的东西，就是说 OnlyFans 有很多东西看了，然后对，里面有各种，因为我最近有做一个，其实就是各种我自己幻想的，比如家庭主妇啊，然后水电工啊来修东西，或者是在全那个擂台上打炮啊，就是各种幻想的，我想要拍的我就把它拍出来。擂台上打炮，擂台上哦，你哪里就拍的，又这个哪找到哪个擂台？啊、你有冇有要拍依個就係 studio 裏打炮啊？那個 studio？ 住你咯，即係你，即係你。啊，你有冇你有冇玩成個就係 studio 打炮嗎？嚇、啊，就玩成就係 studio 打炮直播？直播嗎？啊，直播嚇、啊，你有冇玩成啊？就是說你喺 OnlyFans 邊度有很多餅嚇、啊啊？我剛剛聽得懂啊，你又是家庭主婦。有需要收理水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还有老师学生。那么老师学生，老师学生的，哇，那么老土的，但是我最喜欢这种。我最喜欢的，啊，我最喜欢的，啊，就是说，就我二十三十年前看的 AV 都是这样子的。老人家哦。不是老人家，就是说哪个女人在家里有时候，我在躲，就干什么啊？我这是不是水猴玩啊？啊，你在拍的时候很多汗啊，那你看上去的一杯水啊，你先看一杯水啦，就这样子那种的嘛。啊，我有很蛮喜欢看的。好了，你在香港有没有觉得，即系你只系拍摄啦？啊，但是有没有香港你都有什么有点讲展望啊？对未来香港发展？香港的有没有什么展望？有没有什么展望？展望，是会不会在香港去发展呢？直情喺香港发展，想发展的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对，都是都 OK， 我真系啱先。好啦，你等一下跟我签书啊。嗱、我们看看有冇咩特别问题啲网友问啊？啊，你咧？我神音 OK， 有网友问可不可以？啊，就是你这个唇印啊，在的你是唇印 ，OK 啊，可以的。我的下一本，我新的那本那个写真，我自己出的有那个包语印，包语印可以跟我预购，就是这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 OK， 直接印这样 ，OnlyFans 不是啦，真的写真，就是真的写真的，对， okay. 我来香港拍的那一本。你意思你那个包语印是印下去的，还是你真的用包语？一本印的。我之前有一本一本印的，对，在哪里买、啊？一本印的。哦，我跟我预购，就是在我的那个 IG， 对， IG 粉丝团。那怎么样呢、啊？你拿些物擦膏在这里啊？没有，就直接下面可能我会涂口红印啊，然后直接压印，然后再把那个贴胶带把它贴起来。哦。因为之前有过那个乳头的啊，对我第一本泰国的，对，印乳头的那个比较简单，就这样。这个很简单啊，乳头草。是，对哦，是很快 啊， 很快 啊， 啊，很快啊，因为摄影师还在修图了、已经修差不多了。OK， 就是印刷，修差不多了吗？对，你要印了多少？我们还没决定呢。哦 ，OK， 还没有讨论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我们放在这里也有人买的，对，对一定要买的，会买的，他的。还是我在这现场压印，就是现场。要的人哦，我生强压抑，强强包语音哦。嗱、你哋真系好生强哦。我们的网友很斯文啊，他们问有没有可以唇印？你但是系唇印就没有啦，包语音啊，仲要现场啊，现场啊，现在啊 ，OK， 就你不要听我问啦、啊。嗱，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咁大家咧，我谂。你又唔好諗到咁深邪啦，咁識日都係咁樣噶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可以訂呢一個 IG 啦，即係 follow 佢個 IG 啦，同埋個 OnlyFans 嗰度咧就係付費嘅。咁大家自己睇下啦，個費用係點樣？我未得人睇。OK， 好啦，嗱，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，仲有冇咩問題要問啊？有依個網友咧，他問咧，你跟男生打炮啊？那麼後來為咗男朋友的比例有多少？
哦，就打过炮变男朋友的、哦嗯，百分之百吧。8%没有啦，哦，应该八十趴吧。八十趴也有点高哦。哎，可是在一起有些很快就分，所以我不确定那个算不算。很快就分手哦。对啊。我有一个问题。没有问题，你说你跟男朋友打炮是不带套的，对啊，那、啊、你第一次跟哪个男开始，这，那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变成你的男朋友的吗？如果爱你会不会带套？会，第一次吧。第一次带，好了，带完了，真的很大，你真的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了，可以发展了，才不带套这个样子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了，最后一个问题了 ，OK， 我暂大家忘记，你觉得香港的男开始怎么样？很棒啊，很棒吗？怎么样棒呢？啊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新一，你刚刚看完那个九龙城城寨，刘俊轩，对，啊，刘俊轩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他告诉你，好，等一下才告诉你关于刘俊轩的东西，这里我先不谈，好嘞 ，OK， 嗱，有冇问题问？仲有冇望有咩问题问啊？嗱，未有問題咧，咁大家咧就去多多支持阿新油你啦。如果你哋中意睇，即係試下睇啲 OnlyFans 啲片啦。啊，有王友温咧，即係蛇精蛇啊，佢幫佢翻曬姐姐連麥喎。OK 好啊。佢哋唔知喺邊度有得買啊嘛。我真係最後一個問題啦，各位朋友，大家知我想問乜嘅咧？嗱，王友温啊，姐姐温啲。嗱，這樣子啦。嗱，你派這個啦。有很多followers 啊，很多 fans 啊，有没有人这样问你啊？喂，孙牛力啊，他问你价钱，你多少？跟你打牌有多少钱？有没有人这样问你？很长啊，就很长的。有没有拍 OnlyFans 都会问？都有问的，因为我之前尺度就比较大，就是会露没露点啊，可是会露胸。都问了、啊，就还是会就会问啊。那是啊 ，IG 就有了。你系露胸，他们直接有问问？会啊会啊。很多人温啦，铲咩型咧？铲铲，哇！很大胆，我就不够胆啦，吓。那么你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怎么回答？有些没有回答，有些没回答。对，有啊，有些回没有。喂，好了，这样子啦，我有这个问题啦。哦，有问题。哎呀，真系有呢个问题。我藏在心里边30年啦，我又没有问出来啦，现在我一定要问啦。好，你问啦。在我来说，因为上次我叫 Alice 在这个访问的嘛，访问他，我有别有问，那等他走了，我们直接走在同时的跟我有女同事、男同事啦，就说喂，为什么他们不排的吗？那很多怎么说啊？点问啊？真系很难的，很难问出口的，很难问出口的。我不是不懂讲普通话国语啊，是很难问出口的。就是说哈，那、你拍这个片之后，我问他们，喂，要是要你拍 AV， 你愿不愿意啊？问这种东西，他们都不哇啊，我不会说愿不愿意啊。有些时候很困难的时候啊，有想赚钱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时候。有些时候，我不如我正常，我就是喜欢拍 AV， 可以有的吗？有的吗、？OK， 但是哇，我不有说我喜欢拍 AV， 我就是要钱。Okay. 他们一般来说都不愿拍 AV 的，他们连玩怎么说啊？他们去做鸡点讲啊？做鸡，当枪，当妓女，他们连玩当妓女，这个没有人知道吗？啊，当妓女做他们宁愿当妓女哦。那他对，他们就是说那个嫖客知道，别人不知道吗？啊，但是我拍 AV 就什么人都知道嘛。对，所以他们一般来说，他们都会宁愿当这个妓女啊，我问广东话叫做鸡啊，你有没有？他们问你，你不会这样子想吗？不会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没有做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行为也不对啊。可是他们那是他们选择的啊，我也是自己选择我自己赚钱的方式啊。Okay, 每个人不同啊。就是说拍片你自己挑的，还有就是拍片都是这个怎么说啊？自己的选择。因为其实蛮多拍片女生个性其实都没有，就是都是蛮单纯的，可能就只跟自己男朋友，不会这样子到处跟人家打炮或者是约炮。真的吗？而且其实蛮多个性也很好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比起那些，如果你说那些会去批评我们的人，或者是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看起来你们这样说。但是我们看起来没何人啊，他怕便宜都怕得了，为什么不能没有扎钱啊？会这样说的，所以很多人问你们扎了。
可是从没有拍片就被问了、啊。哦，都没关系的，所以有没有拍片都不没关系。然后拍片我被问，我就说只跟男朋友这样子。但是有些时候，譬如我很穷的时候呢，那个怎么说？那个金钱的魔力是很大的。我不是因为穷才去拍片的、欸。嗯，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嗱，我的我怀产生女嘅，所以当然我问嘅风格同我平时讲嘅嘢啲唔同，但我都问咗出嚟啦，我终于都问咗出嚟啦。对自己有交代啦。我最后咧，我想问一问，此时你听不听得懂我们的国语？听得懂60%啦，听得懂，大部分听得懂的。有些黏在一起听不懂。你很厉害，很厉害啦！你我说你很厉害啊！你人嗱我嗱，要是你啦，此关只个九龙城寨，OK。你又交交個香港的男朋友咧，學寫廣東話就最容易啦。可是我喜歡聽廣東話，你想聽？我聽不懂，因為我之前的男朋友有香港，已經在一起。你香港有男朋友咩？對啊，三四年之前。但係佢同你講國語，他都講國語。國語 OK。對，所以我聽不懂廣東話，可是我很喜歡聽廣東話。但是我講得慢啲，我覺得你好似頭先又聽到啲喎，你聽到一啲啲嘅。他說，我說彎啲頂，你都聽得明白咧，有啲頂，我覺得你聽唔聽到嗎？有。我沒發現咧。嗱，我而家嗱，你食咗飯未啊？新油嚟，聽得懂嗎？食咗飯未？我真打打打真的不懂啦，所以你黐飯未有啊？吃過飯沒有啊？我翻返我身後你嚇，最後冇啦，沒有揾字啦，再問就唔知問乜嘢噶啦。男朋友到現在，現在不是說沒有，對，這分鐘沒有啊 ？OK， 這分鐘沒有。OK， 沒有有效，沒有效都冇你哋份啦。總言之咧，嗱，我哋事後咧，我哋先睇下啲書點樣安排啦。嗱，等啲沙咧，我哋就會阿新由你咧都會有少少書喺度咧，簽咗喺度，咁大家多啲支持啦，去 OnlyFans，OK。去我 OnlyFans 同埋 IG， 咁都可以，譬如 IG 可以訂書啦，係咪可以 IG 訂書啊 ？OnlyFans 可以睇片啦。嗯。那個寫真是不是就 IG 啦？有定的。對，就跟我私信我。OK， 私信這個PM 啊，新油你。好，咁啊，多謝新油你啦嚇。咁我希望你就事業發展順利嚇，聽得懂嗎？他喜歡你在香港啊，台灣的。事業一切很順利，順利，對啦，謝謝順利，還有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，好多謝。咁啊，我哋影張相先，我哋 cap 圖，我哋睇用呢個 cap 圖啊，望上面鏡頭。多謝，張導演，拍照嗎？cap 圖就得噶啦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要咁樣，心心，哪一種？哪種？應該整不少少，整你整呢種應該咁樣，我哋咁樣係啦。OK， 好，多謝曬啊，新油你，咁啊，今晚係咁多，聽晚再，聽日繼續啤你漫步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好累啊。